All right, so our second feature school, let's welcome Alan and Pei Rong from Cranfield University of United Kingdom. And we're going to switch to Mandarin session. So,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的第二个主题学校呢，会是英国的 Cranfield University。你可能在世界排名上找不到他们的学校，可是究竟 Cranfield 在英国本土，甚至在欧洲，甚至世界上哪一些领导的产业或者是专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Alan。以及我们一位台湾的校友佩蓉在线上为我们分享跟介绍学校，现在我们就欢迎两位。好，谢谢 Jade， 然后对，今天很开心可以在线上跟大家碰面，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关于 Cranfield 的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刚好也是非常荣幸请到我们20年刚刚毕业的一位优秀的校友佩蓉，然后他会做一些他当时在 Cranfield 的一些经历的分享，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我做的分享呢，大概是会在于学校的一个很简短的介绍，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学校怎么样去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一个就业的能力，然后完了以后佩蓉就会介绍他的一个Cranfield 的体验。然后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像刚刚主持人 Jade 刚刚提到了，可能我们在很多的排名上面并不会看到我们的大学，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学是只有开设研究所的部分，我们完全是没有开设大学本科的 教学，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参与任何的这些所谓的综合排名，但是呢我们会有参与一些学科的排名并且其实我们的学科的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然后我们的学科最主要是 focus 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 technology， 另外一个就是 management。 然后这里有一些数字我会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分享。那其实在 Cranfield 我们的研究的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 research project 都是被评为绝大部分的，应该是超过 81% 的研究的项目都是被评为领先世界。然后1:8的一个师生的比例在全英国来讲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比例，应该没有之一。因为其他的大学可能师生比例，因为毕竟其他大学他们会有大学本科的学生再加上研究所学生，但是在我们 Cranfield 的话就只有研究所学生，所以说我们师生比例这里抓的非常好。然后这就意味着在 Cranfield 的学生其实他们可以得到 support 是很全面的。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学校也是英国女王奖章6次的一个得奖的一个大学。那这个奖章是大概每2年会颁发一次，就是会颁发给英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大学或者是学院，然后来表彰他们在学术界的一些杰出的贡献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学校也是在设施设备上面投入了很大的资源，那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我们投入了1亿英镑，超过了1亿英镑在我们的设施设备上面。那这些投资不单单是我们学校自己，那当然也是来源于很多的政府的机构，包括外面的我们合作的产业等等。在全世界来讲呢，我们有超过7万名的校友，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校友的网络，然后也是非常的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网络里面。那 Cranfield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跟外面产业或者说外面公司的一些合作关系，然后我们非常紧密的合作公司有超过1500个，然后这些合作的公司他们会把一些项目放到我们的课程中，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会再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的管理学院呢也是传说中的三重认证的一个商学院之一，那全英国来讲的话大概是22还是23个商学院是这个三重认证的一个商学院之一，那其实 Cranfield 我们的管理学院就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当然了，如果说到工科的部分，工程学科的话，那其实我们也是排名在全世界前50的一个位置。OK， 然后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全世界合作的学习一些公司大概会超过1500个。然后刚刚校上我刚刚提到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合作的公司，他们会把他们很多研究的项目放到学校。那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学校会把他们相关的一些项目放到课程里面。然后这个呢，就体现在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架构。那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科系它都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然后第一部分的话就是 top program，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是需要在教堂里面上课去听讲，有一些 seminar， 会有一些 tutorial， 然后会有论文小考试等等，然后这个的话大概会占40-68%左右。但是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后面的我们的 group project， 还有我们的 individual 的 project 的部分。因为这些 project 的话，他们更多的来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有合作的企业，或者是相关的公司、政府的机构，他们会把他们碰到的实际上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实际在进行中的一些 project， 他们会把他们丢给 Cranfield， 然后 Cranfield 呢会把他们放在课程里面，然后让学生来完成。那这就意味着其实在英国一年的研究所里面，那我们的学生不单单是在教室里面比较理论性的东西，那我们更强调的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偏实务性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个是 Cranfield 我们更看重的一点，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Cranfield 的话我刚刚提到我们主要的学科领域就是两个部分， Technology 还有 Management。 那在这下面呢，我们有八个分支，然后有航空航太的，有国防，然后有能源的部分，有环境食品，有制造业工程管理学院，然后运输系统，然后还有水资源，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大概我们的全部的学科领域。在这个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些我们学校本来这些学科或者说课程的一些优势之外，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我们来到英国要争取拿到一个海外的学历，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一个自我的增值，或者说是怎么在增加自己的一个就业的能力的部分上面。那其实在 Cranfield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套系统去帮助大家，然后我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我们可以给我们学生的服务其实都是在这个页面里面，然后包括这个我们会有一对一的career coaching， 会有 mentoring， 会有一些招聘的展会，会有一些应聘，会有一些雇主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也有自己一套系统是专门的帮助学生去找工作等等等等，然后我这里逐一给大家快速的过一遍。然后我们有一对一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个career coaching 的这么一个环节。那其实这个 career coaching 的话是我们在读学生他只要是注册了以后他就可以马上去使用，然后并且他是可以无限的去预约。那在这些 career coaching 里面，我们的学生可以去做一些 CV 的修改，或者是一些面试的培训，然后比如说是 assessment center 要怎么准备，工作申请要怎么去做，然后这个时间规划怎么去做等等等等。然后我们都是会有专门的career 的 development 的同事会帮助学生完成这一套流程。然后我们有专门的 employer 的 engagement， 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和非常合作比较紧密的一些机构或者说是外面产业的，然后他们会进到学校来，然后当然我们也会要如果有疫情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学生去到外面去参观，然后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行业里面的运作。那当然就是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学生，他们会跟我们给我们的学生说明
他们期待的毕业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等等等等。我们专门有一个平台叫做 Student Circus， 那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会帮助我们国际学生去找工作。那它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工作都是英国移民局认证的公司，并且这些公司也是有这么一个需求，它是需要国际学生来去到他们的公司然后去工作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有专门给国际学生提供就业机会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服务叫做 Career Mentoring， 那这个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毕业生来组成，然后这些毕业生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然后已经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已经在某一个产业里面工作好几年了，然后他们现在回馈学校会帮助到我们现在在读的学生，特别是有一个学生他可能之前并没有参加工作过，然后他可能不太了解在英国或者说是在某一个国家地区的某一个产业，那他具体的这个运作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他想要本来是从事一个 A 行业，或者说他现在想要从事一个 B 行业，然后他想要做一个转型，那他可能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行业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的这个 Career Mentoring Program 的话就是专门针对这方面给我们在读学生做一个答疑，或者说做一个互动，也当然了也是给他们建立一个 lab work 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 Simplicity， 然后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系统，然后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的学校做一个 career management 的一个管理，然后学生可以用这个系统去预约一些比如说模拟的面试，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招聘的展会，线上的或者线下的等等，这些都会有在这个系统上面。然后还有一个系统叫 VMOOC， 那 VMOOC 的话最主要就是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套系统，然后它会帮助学生去改 CV， 然后它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改这个 CV， 然后 有的是他们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说是某一个职位去改这样子。然后我们还会有的就是很多资源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去订阅这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找工作的平台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有一些平台它可能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 有一些平台它可能是开放型的，什么领域都会有。那反正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学校会提供给到我们现在在读的学生。最后一个就是 Learning Packs， 那这些 Learning Packs 的话就是学校提供给我们学生的一些 standard 的资源。那这些的话大概会教学生怎么去填英国或者说是一些工作的一些申请表单，然后怎么去做自己做好自己的 CV， 怎么去展现出自己的能力等等。然后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的学生直接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可以用，可以参考。下面这个是我们 Cranfield Career 的部门的他们的一些 social media 的一些账号，然后其实他们非常的活跃，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每天他们都会更新，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截图下来，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学校的 Career 那个团队，然后看一下大概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大家怎么可以参与进去等等。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很简短的分享，然后下面我请佩蓉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他在Cranfield 的一个体验，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 chat 那里留言，然后我们到最后的话再做一个统一的解答。 OK， 好的 Alan， 谢谢你，谢谢。那我就开始了。大家好，我是杨佩蓉，然后我读的是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的 Master， 那我读的年份是19年到20年。那这个是我的 profile。我本身是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在航太公司工作了2年半，然后我才确立了我自己其实想要走航空这个产业，所以我就去读了一个Master。 那毕业之后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先回台湾，那目前是在新宇航空在航务系统担任专案经理的一个职位。那以下的话我就会先介绍一下关于 Cranfield 它一些申请的流程，然后
关于在英国读书主要的模式有哪一些，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关于如何透过学校提供的资源让你可以提高机会找到可能你想要的工作。因为我读的是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这个学位，所以基本上它比较看重你的英语能力。那这个位置它主要的 IELTS 它的要求是 7.0 以上，所以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其实学校还会提供一个语言课程，然后你可以去参加。再来的话就是你需要提交一个你的 CV， 主要是就是跟你求职一样需要提供一个简历。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动机性，主要是让你就是跟你申请的科系的教授讲述一下说你为什么会想读这个科系，那你过去的工作经验有哪一些，然后你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你想要朝哪一个方向。再来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提交可能两份的推荐函。那因为我当时候是工作的状态，所以我有一个推荐函是来自于我当时候的老板，那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我大学时候的教授。那等你都通过了这些书面的审查之后呢，有一些他会要求你有一个 remote interview， 那有一些就是可以不用，就是看学校有没有寄信通知你。那关于奖学金的部分呢，当时候我们学校是有提供一些奖学金给国际学生，可是这个就是你可能要主动发信去询问，每个科系有提供的类别也不一样。如果你一切都很顺利的通过的话，那你就可以拿着学校给你的 offer， 然后去申请你的 visa。 那Cranfield 的话，为什么当初我会选择这间学校呢？因为其实 Cranfield 它在它的不论是航空航太以及工程方面，其实它都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它在Aviation 跟 Aerospace 这两块方面。然后它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应该是唯一一间拥有机场的一间学校，所以我这两个点就是其实当时是非常吸引我的。再来就是其实它跟业界的连接是非常类似的，因为我不太想要选择一个理论很重的一个 master 去读，那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你的 practical 的一些课程。那刚好它就是提供了就是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就选择了它。那在英国读书其实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个求学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紧凑的。那我们主要就是一周完全就是上同样一个课程，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上午上微积分，下午上经济学，然后又掺杂着每一个项目，但是在英国就是这一整周全部都是上同样一个科目。然后上完了之后呢，教授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能需要交一个3000字到5000字的报告。然后或者是如果是像一些财务财经方面的课程的话，它可能就是考试。那中间当然会穿插一些小组的报告，可是这就是让你可以有跟国际学生合作的一个机会。那我其实我选择这个科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有更多的机会跟国际学生互动。那其实现在的趋势的话，我觉得中国学生在每一个科系或者是每一间学校其实占比都越来越增加了。那我选择这个科系的原因就是其实他亚洲学生其实是占少数的。那假设你之后想要留在欧洲工作或者是在英国的话，其实这对你之后的一个跟其他人合作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学校它其实就像 Alan 刚刚提到的，他会邀请一些企业来其实主办一些 workshops 啊，或者是以我们科系为例的话，我们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毕业的校友，他可能毕业之后他去 Qatar Airways 工作，或者是他去 Airbus， 或者是去 Delta， 或者是英国一些当地的机场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课程我们就会有一个 guest lecture， 他就会邀请这些校友回来就是
帮你上课。那其实这些校友他在业界的经验都很丰富，所以你可以有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去参访一些航空公司它的 headquarters，或者是比如说有 British Airways 啊，或者是 Airbus 在法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参观，然后你就可以更了解说它的这间公司它是怎么运作的。再来的话就是 Group Project 的部分哦，其实这个也是我选择这个学校这个科系的原因，因为我觉得 Group Project 对于你的不论是你能力上或者是你整个专业度的提升都是有帮助的。那再来就是 individual 的一个 research project， 这占比其实是 40% 的比例，然后其实很重，所以我们的课程安排主要就是前面上完了total modules， 然后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让你做 group project， 然后这 group project 是真的是会跟企业做汇报的，真的是邀请业界的一些manager 啊，或者是一些 vice president 来听你做演讲。那之后呢，你做完了你个人的论文之后，你还会有一个口考，就是把你的论文的一些精华浓缩，那跟教授做一个汇报。再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是你的 career， 因为其实大家出国读书主要还是想要可能在当地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升迁的需求。那所以说Cranfield 一开始的时候，在你10月注完册之后，它其实它会有一个 welcome event。那在这个 event 里面呢，它就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它会摆很多很多摊位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每个摊位，它比如说这个摊位它就是教你如何 create 一个 LinkedIn 的一个账号。那你可以透过建立你个人专业的一些项目，然后跟其他业界的人士做交流。那学校也会提供你，我觉得这是蛮有用的地方，就是大概 1.5 年的一个 membership， 然后是 for LinkedIn account。 那其实原本这些都是就需要付费的，但是因为学校有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其实你可以免费上里面很多的课程。再来的话就是 career fairs， 如果你想在英国找工作的话，基本上你十月中的时候其实就得开始去投一些graduate program。 那 career fairs 它也会大概办在10月到11月的这个期间，那不同的领域它办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学校当时候有一个 career center， 那你可能下课时不时你就可以去那边询问一下那个 culture， 然后他会把资讯提供给你。那 career fair 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面对面跟一些雇主或者是他们派来 招聘的人做一个交流，然后也会有很多其实是 Cranfield 毕业的人他来这里做招募，所以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个更多的连接，然后之后你有可能需要一些 interview 的面试的一些练习，其实你可以找他们，他们都会很乐意的帮助你。那我们科系的话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科系其实很多人毕业都去卡达航空工作，所以说卡达航空它有一个两年的一个 graduate program， 那它其实都会提供给我们科系的学生大概占比比较多的名额，所以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优势。然后再来就是时不时会举办一些 workshop 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这个 Alan 也有提到过，我当时候使用的一个服务就是说，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保证你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但至少他可以提高你获得一个面试或者是有一个找到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一对一的 coaching 的话呢，他就是你把你的 CV，我们学校会提供一个非常正式的可能是英国雇主特别喜欢的一个 format 给你，然后你就按照他给的 format 下去改。那改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这个 career center 做一个预约，那里面的那个老师其实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是十几二十年的那一种，那也都是英国人比较多，所以他们的用字遣词其实都非常的专业跟道地。那他们就是会帮你修改，逐一的修改
你的 CV， 你的 cover letter。那其实，申请过的人就知道，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做的很专业，你除非你有一个英语系的朋友帮你看，不然其实你出去外面都是要花钱的。但是因为学校提供这个服务，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棒。那 workshop 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过的，学校它真的时不时，比如说同学的课程大概都是下午5点结束，那学校可能就会在可能7点啊到9点之间，他会举办很多的这种 workshop。你可以跟企业的一些人做交流，因为他们都会请很多讲者来，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们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会。那你也可以更认识其他科系的一些可能你有兴趣的，或者是就是expand your network 这样。那再来的话，我本身我比较常用到的还就是 career fairs， 我也很常用到。然后 employer engagement 就是我们科系原本就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机会。那这个主要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佩蓉。首先谢谢 Alan 跟佩蓉的分享，就是我们对于Cranfield 到底为国际学生提供了怎么样的支持和协助，这方面是有非常完整的资讯。我想这一点也许可以吸引到台湾的同学，有没有对于刚刚两位讲师跟校友的分享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在Q&A 的小方格里面。然后同时我也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是对我们学校有兴趣，然后想要获取更多的资讯的话，那我的邮箱在这边，大家欢迎联系我。然后同时这里有一个 QR code， 然后如果大家是对某一个科系感兴趣的话，可以填一下可以scan 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填一下自己的邮箱，然后选一个科系，然后我们也会把相关的科系的信息发到给你们。Alan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整个不管是 technology program 或者是 management program， 整个申请的流程程序大概是怎么样子？申请的流程方面，其实我们像刚刚佩蓉也有简单的提到，那我们申请的话会需要大家提供自己的学历的部分，包括这个如果是已经有毕业的话，会需要毕业证书，然后相关的成绩单，然后如果是已经在工作的话，还会需要现在一个工作的一个证明，然后包括这个CV 个人的简历，然后也会需要两封的推荐信。那如果是在读的学生的话，会需要两封现在大学里面的老师的推荐信。那如果是已经在工作的话，那可以像佩蓉一样，一位是雇主的推荐信，然后一位大学老师的推荐信，那也可以。然后雅思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科系的话要求是 6.5 分，但是我们部分的专业像佩蓉的科系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的话，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会要7分。那申请的时候，如果大家担心说我的雅思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直接考到这个入学的要求，其实没有关系，因为送申请的时候就算是没有雅思的成绩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是可以正常的去审核一个申请，然后雅思的话是可以候补的，等于说是有发就是 conditional offer 对，没错。但是到入学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期限，是同学还是必须缴交相等就是符合要求规定的雅思成绩或者是学历证明等等。对，没错。那因为我们都是秋季入学嘛，那大概都是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就开学了，所以说我们最晚最晚可以接受学生材料的时间大概就是8月底最晚的时候，说也就是说最晚各位同学需要提供自己大学的一个毕业证，然后语言成绩、雅思、托福等等都要在8月底之前就要提供，因为我们还要留一个月的时间去办学生的签证。就是每一个在Cranfield 的 program 有没有比如说你们是滚动式的接受学生提供 offer 呢，或者说他其实就是是在一个 deadline 前面学生就要全部完成申请的程序？对于台湾的学生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设一个deadline， 绝大部分的科系其实我们没有设 deadline， 那只有
极个别的科系，比如说像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还有像我们的赛车工程 Motorsport Engineering 的，他们会比相当的热门，然后他们是一个 rolling 的 applications，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科系他招的学生已经满人了的话，他后面的申请的话恐怕就没有再去接受，如果后面再来申请的话，那我们有可能请学生考虑之后再一年的入学时间这样子。所以说在这里也同时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是有意向要申请的话，越快越好，然后越早申请的话就会越早拿到一个申请的结果，然后自己也可以更多的一个时间去部署后面的一个计划。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请问佩蓉，就是当然你自己在这一的，就是你自己在台湾的背景跟当初想要出国念书的这个动机，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的本科在台湾是读跟语言相关的，但是因为我之后后来我去德国读了一年多的书，然后也学了德语，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刚好我前公司他在招关于德国业务方面的 international sales， 所以我就进到了这家公司。那因为它是跟飞机制造相关的，所以我就更加确定了说其实我未来的方向跟职业规划我是要朝这个方面去做精进的。所以当时候就是刚好我们公司也有就是前辈在 Cranfield 读过书，那他读的是工程类的 engineer， 所以他就跟我推荐了这间学校。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他有些人特别喜欢在伦敦那种非常 fancy 的地方生活，但是我个人其实我觉得 Cranfield 它的地理位置很好，那所以我也比较喜欢那一种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做生活，所以我就觉得 Cranfield 其实非常的适合我。那在 COVID 爆发期间更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怎么说是因为如果你在伦敦生活的话，你就是 lockdown， 然后你每天就只能关在小小的公寓里面。Okay. 然后其实 Cranfield 它周遭真的是很，你可以非常的享受真正英国人的生活，因为它周遭的邻居就是真的是就是英国人，然后建筑也都是，然后整个环境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个人想要在英国生活的样子。对，了解。你自己刚刚有提到其实你是文科背景，就是学术背景是文科，那转换到理工科这一种就是 master 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因为有些国家可能是不接受你没有相关学术背景的，那这方面你是怎么样去克服，或者说中间是不是比如说因为你的工作经验，所以让你在申请硕士的时候并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其实我当时其实有考虑过德国的学校啊，因为我之前待过德国，但其实德国他就非常的看重你的 bachelor 的他的背景必须要跟你的 master 是非常符合的。那我会选择这间学校，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工作经验。那其实我在申请的一些动机性的过程中，其实是更着重在我的工作经验它带给我的一些启发，然后跟我之后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假设你没有工作经验，那你又想要转的话，那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哪一方面是对你比较有优势的。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可以试试看。对，可以把相关的经验融合在你的申请上面这样。最后我也想要请问佩蓉，就是你自己在这一年就是很短暂很密集的英国生活当中，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你怎么样去克服？我觉得我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所以我觉得在国外生活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可是我当初非常犹豫是不是一毕业就要读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说坦白的，我是不太想要写论文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这应该会非常的痛苦。那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最具有挑战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我们科系它的 loading 很重，那它几乎每天都是早八到晚上五点。那你晚上五点之后，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什么财经的背景啊，或者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看很多的财报，或者是一些其实跟航空业比较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除了应付学校的功课之外，课程之外，回家的时候就是还必须得自我的加强一下这样子。那跟同学之间的讨论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欧洲人我们班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有实习的经验，在航空业实习的经验，那这是欧洲人的优势，所以你跟他们讨论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教授一问一个问题，他们就可以有好几十种的答案，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相对亚洲学生比较弱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读完这一年的课程之后，你可以很勇于的表达你自己，然后你的想法你都可以很清楚的把它说出来，你不会有任何的畏惧。这是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收获，对。好，谢谢。如果你们在场的同学对 Cranfield 非常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加一下我的 LinkedIn， 给我发个讯息。就是因为我是读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的，但其实台湾呢都有我们自己的校友会。那这个校友会里面呢，很多同学他其实不是都是读我这个科系的，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是读 Supply Chain 的，他是读 Procurement 的，有一些可能是读跟金融相关的，或者是一些工程类的。那他们现在在业界据我所知的话，就是有一些是在都是一些科技公司非常好的科技公司上班，或者是一些金融机构做 consultant 的一些职位。所以如果你们对未来的职业有一些考量或者是好奇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帮你们做引荐。方便把那个你的 LinkedIn 打在 chat， 然后让我们观众看吗？还是他们就直接搜寻这个名字就会找到？对，就直接搜寻这个名字应该就是会有我。对，大家可以上 LinkedIn， 然后找到佩蓉的 profile， 然后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个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刚好有兴趣啊，我想就是可以直接问他，会得到蛮迅速的，然后也比较真实的建议这样子。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像佩蓉讲的，我们也可以从台湾校友会当中寻求过去我们学长姐还有校友的一些建议。不知道说现在就是校友会就是成员的话，大概是台湾就职或是英国就职，就是你觉得自己在如果说没有疫情的影响下，在英国就职，就是以拿着 Cranfield 的履历来说，他的就职方面的表现或者是加分的程度是如何呢？我觉得是蛮加分的。至少就我的科系来讲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 Cranfield 他其实像 Alan 说的，我们没有就是学士，但我们就是只有硕士。那其实我们硕士的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 Executive 的一个 program 嘛，所以说其实会有很多很资深的人，那公司都是花钱让他们来这里做进修的，所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的机会直接跟这些很资深的前辈做一个沟通。那有些他还可以引荐你，就是可能帮你写个 reference 啊之类的。那确实是哦，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这间学校它的一个知名度可能不像其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英国的其他大学来的大家为人所熟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在英国或欧洲地区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没有问题的。这边有一位观众是比较想了解有关于学费的部分。Alan 这个可以邀请你来。可以。Sorry, Alan. 我有另外一个 meeting。对对对 ,OK, 好。谢谢佩蓉，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对，关于学费的部分的话，最主要还是要看什么科系了。那我们学费大概是2万英镑到25000英镑这个区间，然后具体的话就是要看哪一个科系。那我不知道这位同学他是对哪个科系更有兴趣一点。这个资讯我想在Cranfield 的官网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是的。
或者说我直接做一个分享吧，然后我在这里看一眼学费的部分，我把这个 link 也 share 到 chat 这里，然后大家也可以。如果你对于学费方面是有考量的话呢，你也可以参考 Alan 在 chat box 里面这个 tuition fee 的 information。对，比如说像我们的学费大就是会分本地学生的学费跟海外学生的学费。那当然，如果大家都是台湾的学生的话，都是看这个 overseas 的学费。那所以说，它每个科系的学费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看大家有感兴趣的是哪一个科系，所以大概的区间就是2万英镑到2万5、2万6左右的这么一个学费。还有什么学费吗？学校这边会有像奖助学金啊，或是优秀奖学金这样的机制吗？对的，然后奖学金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要看什么科系，因为像我举个比方，比如说刚好这个页面 Renewable Energy，他有专门针对 renewable energy 这个科系给的奖学金，然后他可能有其他的科系有专门针对其他科系专门给的奖学金，然后所以都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是这个是这些奖学金是我们学校自己给的，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我们学校合作的第三方提供的一些奖学金，然后他都会在我们每一个科系的那个页面上面，如果大家去那个我们课程页面然后详细的去看一下我们学费还有funding fees and funding的部分的话，其实都会可以看得到相关的一些奖学金的一些机会。对，对，是会建议同学直接到 program 的页面，那你就可以，就是你也不用说特别去筛说哪一个适不适合，就是你直接到你有兴趣的学程，那上面下面都会有一些有关于学费奖助学金的资讯，你可以看看这个学程的学生到底适用于哪一些奖学金项目。好，还有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的吗？可能暂时性还没有想清楚。没关系，刚刚 Alan 在那个简报当中也有留下他的 email。那同学如果对于未来你在准备申请资料，或者说你在浏览学校资讯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是很确定的地方，都可以写信给 Alan。然后再请教他，当然最好是你可以稍微提供一下你自己目前的状况，比如说你现在是还在念书或者在工作，那是哪一方面的背景，那你有兴趣的学程是什么，那我想 Alan 这边也会比较好给予大家建议跟咨询。我们就谢谢 Alan 今天晚上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也很谢谢各位观众今天晚上的参与，希望透过这两场讲座你们都能对于未来规划留学欧洲的时候有更进一步的帮助。谢谢 Alan 今天带来的简报。不会，感谢，谢谢大家时间，谢谢 Jade。 好，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就实体的面对面来跟我们同学更带给同学更亲身的一些资讯跟介绍，好吗？好，期待。好，希望下次再见到你。